寻找铁路沿线村屋。屯门站龙门尺价过万，可见铁路盘之珍贵率。始终啊，邻近铁路交通方便啊嘛，难怪啊，锦上路站附近的村屋起标价都三字头啦。唔使十分钟行到嘅滨线豪苑，屋苑式设计，入场费338万。单位咧系顶层连天台，客厅奇丽靓仔，有少少家私咁啦。唔嫌弃嘅话，可以继续用噶。主人房斯斯正正，仲预留衣柜位，不过就望隔篱村屋啦。浴池都奇丽干净噶，嗱，天台咧就外望山景噶。同样系十零分钟步程嘅芭提雅，系啊，叫芭提雅，唔系泰国嗰个噃，而系元朗属于屋苑式村屋噶。平均尺价较同区为低，好似呢个地下连中层单位，平均尺价属于全区最低，要价4286蚊一尺。上到嚟上层，中间有个玄关，两边就系三间房，睇下个主人房先。呢度就系主人房啦，哇，好大啊，仲可以摆张双人床，做到三边落床添。嗱，间房咧仲有个双连嘅露台噃。不过啊，记住啦，村屋买卖咧唔单止净系留意个僭建噶，仲有业权啦、路权啦、通讯、按揭等等噶，要注意啲乜？想知道，快啲打开加州行啊！